一帮玩电子游戏的，怎么也一本正经的像个人物起来了？话不能这么说吧，魔药玩家有很多都是多才多艺。我说的是你们，你们这些只会打游戏的所谓职业选手。我们也未见得只会打游戏。联盟总部参加抽签仪式，就我去吧。英心跟家世被分在了两个半区。很不巧的是，玄奇、诛仙两大职业队都抽到了星星这个半区。如果要进决赛，得胜出这两队。